口径一致的说，还好有这个角度。也因为如此，公部门特别这个认同教会的功能，所以在灾区所迁徙的一个新社区有一个创举。这个记录是教会密度最高的，就是在这个新社区帮你大家来玩来看看那个非常多见教会的一个功能一个社区。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多么期望这个教会继续成为族人的一个盼望地方，尤其是我们的族人有60%已经进入到福音圈，我们要跟众教会一起合作，让部落教会的光环也能够进入到都会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多么希望在都会区的教会能够遍地开花朵朵开。就在这个地方也一样的，我们有期待所有的牧人、所有的宗教会继续为我们祷告指导我们，我们会努力承接继续前面的团队、前面的同工所耕耘的各种事工，我们会继续努力。在总办事的带领下，我们要联立基督打造如基甸的那种沙的一个精锐勇士，为主征战，在不能位置上为我长老教会努力达成宣教的意向。我们会努力朝向建立一个品牌的团队，与众教会携手营造品牌的台湾行销服饰全球。我们会努力建立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一个团队，以众教会携手建立健康的教会，使精进教会成为台湾重要的一个计划。我们会努力朝向建立一个行动的团队，配合一流的宣教活动，使原民教会从乡间到都会朵朵开花，教会继续成为古人盼望的地方。我们知道要成就要达成非我们的才能非我们的能力，诚如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所记载，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单耶我们的反对是圣灵在运行的一个地方，然后成就神的计划，成就长老教会许多的愿景意向信心。